林志伟，你爬那么高，你到底摔下来了？我会死掉。花姐，我再给你五秒，你五秒不下，我就不理你哦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先给自己心理建设，说不会太轻松，因为毕竟一定是有需要，所以才需要我们来啊。你有没有去天主堂？他每天都住我家。你喜欢去吗？哎、欸，你想？什么？何敖浩？你在写屋？不行，写屋。你看到那一群就是你已经很熟悉的小朋友，其实你怎么可能就是放下他们？就是因为跟他们已经有感情了，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都会继续撑下去。